你在干什么？就连年纪最小的师弟，我正想问你们想干什么。当然了，起。那你们也不用。谁叫你从小在这里？哼！算了，有点饿。不要猜拳。好吧。那怎么决定谁出去啊？不用了，限你10秒内出去。你们。 阿梅啊，新哥哥，新哥哥，日复一日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但是我好辛苦。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意？不知道啊，不用来干什么？把自己信的，哼。